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4日的港都新闻，我是潘文玉。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国造一号点睛系统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1月底完工。日前市长陈其迈前往视察，亲自感谢施工团队，并提醒相关单位做好标示，掌握施工期程。高雄市议会总质询时，议员针对凤山区的文化艺术、观光发展以及学生校外住屋的问题提出质询。市长陈其迈表示，未来将规划优良的接驳方案，促进当地观光；而学生租屋安全的部分，则强调将与校方合作，捍卫学生的权益。传统手工绣花鞋做工相当繁复，鼎盛时期老鞋厂有30多位师傅，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只剩下高龄80多岁的国宝级老师傅陈仲和和他的儿子坚守这项传统技艺，希望能让手工鞋能继续传承下去。日前，市长陈其迈前往视察国道10号东向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匝道工程，不但亲自感谢施工团队的辛劳，还特别提醒要做好标示指引，让民众未来路过此路段能够更加顺畅。日前，陈其迈市长前往视察国道1号顶金系统交流道改善、国道10号东向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匝道工程。市长陈其迈特别感谢施工团队的辛劳，也表示工程完工之后可疏解平面道路的车流，改善交通问题。现场也请交通局在道路指引标示上要设置清楚，让行经此路段的民众能够更加顺畅。你要在下面要上去的时候，这里就要讲好。这个是南下专用的，哦，北上，对对对对，哈，哦，啊，随地里迄个，里迄个较头前翠华路哈，甲新庄啊路交界，甚至搁较南边的胜利路，你都要讲过。另外，陈市长也提醒，几个月后将面临到农历过年期间，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妥善掌握施工期程，让过年期间到高雄返乡或旅游的民众能够更加便利。过年期间南部的车来北部来去佚佗，回来故乡的吼，这人嘛增加嘛吼，啊，所以时间要看抓较量的，吼，啊，互这个工程来较顺利吼。此路段预计在明年1月底完工通车，高铁站往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可以缩短50%的旅行时间，也可以大大解决平面道路的交通拥塞问题。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雄市成立了人行道稽查小组，来改善人行道经常被占用的问题，不过却遭议员黄杰打脸，因为成立之后根本没有具体作为。同时对于骑楼高低差的改善，市府表示因为没有经费无法执行，也被黄杰批评太过消极。对此，市长陈其迈则回应，明年市府一定会拨出预算来改善。人行道上停满了机车，难以通行，这样的画面一定很常见。高雄市虽然成立了人行道稽查小组，但是似乎没有具体的成效，让议员黄杰在议会质询时质疑该单位根本没有作为。结果我发现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以往都在做的，他们就是把过去整理的事情整理起来，然后给我看，等于是说完全没有真的因为这个稽查小组做新的作为。不只是人行道被占用难以通行，有些地方还有高低差的问题，行动不便的民众根本无法通过，只能在马路上与车争道。但是要整平需要经费，市府却一直拿不出钱来做改善，更让议员黄杰质疑太过消极。人行道要平整这件事情，如果市府真的有心要来做，它是可以编列相关的预算的，它也应该可以提出一个更具体的期程。但很可惜，在之前都是市府都是跟我说，要由中央来做补助的经费，那的确这个就是一个推脱之词。那我在这里承诺，啊，我们至少假如那中央没有补助，那我们至少市府编列1000万元预算来先来开始做，啊，那我们会比较循序渐进来做了，哈。第一个当然是比较人多使用的这些接驳的这个人行道。面对议员的质询，市长陈其迈也在议会中允诺，不论如何一定会拨出经费来改善人行道的平整，让市民走在骑楼或是人行道上不用再像走迷宫一般，要做到真正的环路于民。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高雄市议会总质询议员范志清针对原住民地区的发展提出不少建议，主要针对当地的就业环境与产业发展，希望市府能够协助改善。市长陈其迈也表示，会协助让原住民的文化产业化，提升当地的就业机会与发展潜力。高雄市正在全力推动企业进驻以及产业的转型，渴望提供高雄市民不少的就业机会。不过对于原住民来说，影响恐怕有限。高雄市议员范之清在议会质询时提出，希望市府在规划时能够多多的提升以及宣传原住民的相关产业。产业经济如果说能够也把我们高雄市的这个文化特色纳入其间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结据点哈。原住民族有很多元非常丰富的这些文化，假如能够产业化，那自然而然就可以在我们整个原住民族就业的部分能够促进更多的机会。但是如何提高原民产业的经济，市府目前做了不少的努力，只是议员范之清拿出桃园市的规划与成效来做对比，高雄市似乎落了一截。同时范之清也认为产业和文化必须要做结合，打造文化艺术产业中心来升值原民文化有其必要性。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表示会全力推动，所以应该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很多的机会可以来跟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啦，所以流行音乐中心、卫武营，我们这种大型的演厅，这个其实应该是要有固定的比例留给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表演团体，能够展现他们的才华。最后，关于高雄市十二月举办的疯狂购物抽抽乐引发不小的回响，议员范之清也希望市府多多的协助宣传，让原住民地区能够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获得同样的关注。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市长陈其迈在议会总质询时，面对议员关心凤山区的文化观光发展，表示将会规划更优良的接驳方案，以促进当地的游玩便利性。另外，针对议员关心学生在校外的足屋安全，陈其迈也强调会与校方合作，共同捍卫学生权益。高雄市有许多知名的景点，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不短的距离。而最早开发的凤山，在观光资源上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市长陈其迈在议会质询时表示，未来会规划更优良的接驳方案，促进当地的观光发展。它是发展潜力，在就观光的资源来讲是最好的。所以一方面用交通的动线来带动开发，譬如说现在凤山站的开发，还有未来的卫武营的一些在整个以这个我刚刚讲的凤山中程计划，那再连接几个点对点的这些接驳的一些改造，那我相信凤山机会其实会很好。另外，议员也针对学区的租屋安全提出质疑，要如何保障学生租屋的安全性，同时避免遇上恶房东。市长陈其迈也表示，会和学校联合稽查，针对消防以及公共安全来优先处理。假如没有设置我们相关的这个警报器等等，这个当然要责成它改善嘛，那假如它是违建，就根据我们违建的处理的原则，涉及到公共安全，就正如刚刚黄议员刚刚所提到，那你违建你哪下这啦，但我们还是要优先处理涉及到公安的，大概有12项的一个标准里面，有涉及到公共危险的，那这个我们就要来执行。学生的居住安全是校方和市府的共同责任，消防局和违建队也会持续的追踪，并且不定时稽查，以保障学生在校外租屋的权益与安全。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头文字 D、蜡笔小新、灌篮高手这些脍炙人口的漫画，您有看过吗？在盐城区有一间老字号改装的漫画书店，不仅藏书超过十万本，而且里头还有四只稀有的象龟陪伴，相当有趣。宽敞明亮的开架书柜上陈列着各种不同年代的漫画书籍，几乎只要说得出书名就可以找到，整个空间在柔光灯泡的照射下烘托出轻松自然的氛围。现在几乎已经没有漫画店了，我们小时候心中的那个漫画店其实现在已经渐渐没落。那当时我们在重新改装这间店的时候，就在想说
我们居然有这么多漫画方面的丛书，那我们应该给它一个好的位置，漫画不应该是一个违禁品。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好好把让这些漫画有一个很漂亮的家可以住。所以我们在重新装潢的时候，就希望整间店是一个挑高又明亮的空间，让大家来看漫画的时候，不要像以前一样就是塞在一个挤挤的就小小的空间里面看漫画，来这里看漫画是很舒服的。 And so in the design of the shop, which you know is really open at two ends, when I look at these, it's glass from top to bottom, which allows in a lot of natural light, which I think, you know, we can't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tmosphere that creates.漫画店里有贩售简餐和饮料，想要定点消磨时光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家店陪很多盐城人走过青春岁月，是个老字号的书店。不过为了要跟上时代，老店重新换装，再次开启永续经营的动力。漫画店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餐点才是适合的？我们想说，我们小时候漫画店就是一定会有泡面，要在漫画店吃泡面才是一个对的选择。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营养又健康的泡面，这样。所以我们就跟法餐主厨简天才师傅合作，然后做出了两款泡面，然后都是属于就是小时候妈妈不都说泡面吃就吃，不要喝那个汤，那个汤都不健康。可是，在我们店里的汤其实都很健康，都是他们经过8到9个小时的时间去做熬煮。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the first thing I noticed was the design. I've never been in a shop like this, and frankly, most bookstores, even if they have food, don't have delicious food. So far,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for me.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漫画书店的镇店之宝就是老板饲养的4只亚达伯拉象龟，模样相当可爱吸睛。我们老板他非常喜欢动物，然后但他喜欢养一些特别一点的宠物，然后就养了这样10年，从原本就手掌这么大，然后现在就是超级大，已经要2-3个成人才搬得动的那个巨龟。对，它可以活非常久，因为它是世界上2大象龟。只是如果想要亲自跟他们打招呼，记得要先跟老板预约哦。记者金宪忠，高雄报道。位在盐城区的巷弄里，有间曾经风光一时的手工绣花鞋店。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逐渐没落。虽然做工繁复，订单量不如以往，但老师傅和他的儿子还是坚持手工制作。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去看看。身坐内向，倚着矮桌矮凳，手工制鞋的底面一点也不马虎。陈建林师傅肩负传承父亲手艺的责任，回到家乡制鞋。国宝级的手工鞋职人陈仲和，60多年前因为看好制作特殊，而且在市场上竞争力小的绣花鞋，便向上海的老师傅拜师学艺。以前销量好的时候还能外销，但是现在进口鞋的价位便宜，导致手工绣花鞋的市场萎靡。一种我一种手工鞋。想卖是大都开始卖，到什么时阵呢？到地质工地接退了后，有大了物件来过来，以后就那绣的、色的、迄种色的，连带都我都。一双普通的手工鞋做工相当繁复，在手工缝制鞋的鼎盛时期，鞋厂有多达30位的师傅。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只剩下高龄80多岁的国宝级老师傅陈仲和与他的儿子陈建林还坚守这项传统的技艺。未来想让手工鞋变成精致的饰品，同时也是时代里美好的记忆，让手工鞋、绣花鞋走出新的天地。原本是我妈的生病的关系，然后后来就没人在做，然后就只好我自己下去自己去学习去做，对啊，然后现在也是多多少少就是帮忙家里这样的做而已。现在这个行业来说话，应该是包括客户来说话也变少了，所以说也不是很适合说完全是在这个事业上可以发展。说还是要看兴趣的啦，不然也没办法，因为售票上还是要面对现实。绣花鞋的辛酸不禁令人神伤，过去的必需品成了现今的艺术品。时间是公平的，要好好珍惜绣花鞋的脚印。即使现在的发展以及需求不像过去那么的宽广，但是也要踮起脚尖，坚持地走下去。记者金宪忠、郑志源，高雄报道。
三面加上热舞社在高雄算是小有名气，不论是轻快舞曲或是嘻哈节奏，成员们都能表现得落落大方，而他们也经常受邀演出，声获更皆肯定。随着音乐节奏摆动，大跳热舞，三名加商热舞社化足功夫苦练，扭腰摆臀超卖力。三名加商训育组长黄春丽表示，虽然学校以升学为导向，但仍然鼓励学生参与社团，累积不一样的经验。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那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他本身是非常正向的，而且对于以后他的发展，包括应对啦、知识的扩充啦，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而且对他的人生经验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三名加商热舞社成员为了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在台上，除了社课以外，也经常利用假日以及课余的时间来排练。无论是轻快或是嘻哈的节奏，成员都能在台上表现得落落大方，深获各大单位的肯定，常常受邀到校外演出。就是每次上台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台下观众都是不一样的人，然后每次会有不一样的欢呼声，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虽然课业压力不小，不过这也成为同学们选择参加热舞社的原因之一。除了兴趣以外，也能透过跳舞来排解压力。无论是什么理由，同学在跳舞时都是全心投入。在国中的时候也接触到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在路过一些有表演的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台上，然后很好看，就想要自己也做到这样，就跟他们一样可以一起站在台上表演。舞力全开！三名加长热舞社赞。记者金宪忠、郑志源，高雄报道。高雄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的老妇人，疑似忘了回家的路，在三民市场内来回走了将近六小时，引起当地的摊贩注意。而警方获报之后，立刻前往，在里长的协助之下，才顺利将他送回家。听到对不对？他完全没有印象。你有在证件无？手机啊，证件无？走失的老妇人面对热心员警的询问，却一问三不知，疑似失智，在三民市场里来来回回走了数十趟，幸好遇上了好心的民众协助报警，警方只好先将妇人带回派出所。后来是在这个妇人的身上，他有一张农民的一个遗卷，才知道确认这个妇人的身份。那是一名那个报警的85岁的妇人，虽然确定了身份，却一直联络不上老妇人的家人，于是只好先透过当地的里长。不过真的很幸运，因为里长刚好认识这名走失的妇人。伊住伫迄个，伊住咧里长嘛，伊常常行无吗？李长表示，这是妇人第一次走失，不过居然走到了1公里外的三民市场，好在身上还带着龙卷的证件。但是家属可能不知道，其实患有失智的民众最好还是申请防走失的手链，可以更快的确认身份，避免意外发生。咱小的更多有这个爱心手链吼，手环，咱会当个申请，咱尽量给伊挂，安尼出去也较安全安尼。警方也呼吁，如果家中有失智的家属，最好在身上放着身份或是联络电话的相关资讯，否则员警再怎么热心，恐怕也很难在第一时间通知家人。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小港区港后里内过去运输业者林立，里内经常有大货车出入，让里民经常是跟大车争道，相当危险。而经过里长的极力争取之下，终于让运输业者迁移，让里内的环境与交通都得到改善。一群人开心悠闲地走过马路，这是港后里长与里民长久以来的梦想。随着里内货运业者的迁移，少了砂石车如影随形的威胁，这样的梦想如今终于实现。大家里民要出入嘛是安全，足安全的。一寡要上下班的人，嘛是予伊安尼一个平安。受到这个拖板车吼的影响吼，地势吼，这个环境卫生吼，这是一个真困扰的代志啦。以前港后路这块拢是拖板车，会晓威胁咱的
你来里面的通行啊，啥货。而更让人开心的是，由于货运业者迁移，原本一整排的铁皮屋也都拆除，地上物清空之后，多出了2公顷的土地。由里长向地主台糖公司努力协调之后，不仅台糖公司愿意负责铺平，还在这片土地埋下了满满的波斯菊种子，希望在农历过年时，以美丽花海的新面貌重新面对所有市民。过年即将来临，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那个台糖在这边养那个波斯菊，让这边成立一个花海。以前都是拖板车造成地方的，也给地方一些百姓，让他们觉得我们市政府以及台糖，我们真的在重视这个土地，让把这个绿地还给百姓，把这个绿地还给民。在铺平土地连接旁边自行车道之后，里长希望重新规划的空间内号召优质的餐车市集，打造属于小港的博尔特区。高雄市的爱河已经点亮了，我希望那边有优质的厂商也能够经过金花旗它的整体的规划来这边，是不是做成一个咖啡景点，让所有市民能够这边喝咖啡，结合我们的自行车道以及我们的观机棚，看我们的飞机起降，未来我们港后里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高雄市第二个博尔特区？欢迎所有我们高雄市民能够来这边打卡。在里长与里民长久以来的努力之下，港后里争取到属于自己的优质生活环境，也为小港区增添了不一样的全新面貌。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17到28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16度到25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因短暂雨，气温是15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气温是12到2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是潘文玉，我们下次见。最新资讯，现在只要搜寻高雄都会台 FB 和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
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消息。专属高雄人的频道——高雄都会台。我对细汉就习惯伫菜园做事，晒日头，流规身躯的汗来照顾我的菜园。虽然辛苦，不过大概收成的时阵，我拢感觉我的用心真正有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用心冲洗每一支底片，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别人搁咧困，阮就开始咧做事，将每一工上醒的机会好好处理，袂予人客。你若愈早来，洗耳朵愈清。趁日头还袂出来进前，将讨厌人的机会处理了，这就是阮的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我对细汉就习惯伫菜园做事，晒日头，流规身躯的汗来照顾我的菜园。虽然辛苦，不过大概收成的时阵，我拢感觉我的用心真正有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